彩色袜三尺一格颜色，一个月你天天都穿不同颜色，我们就满足你。好，就袜子本身，我们也一直把它做改善哈。首先就是这个拼档的车的部分哈，这种车滑，哈，叫四针六线哈，啊，这种车滑，它没有崩线的顾虑。其实裤袜很多怕的是崩线哈，啊，它这个就耐。其实你看哈，它真正拉开以后，它是比较平。再来呢？就是这个加裤叉，这样一拉开以后，有没有？它这个整个就是一个立体的，所以这个在小细节上都去做一些上很关键的一个，就是说这个袜子本身用潮汐纤维。那潮汐纤维它的特性就是吸湿性会比较好，弹性会比较好，再来是它的柔软，非常柔软，但是它染色出来不会有光泽感。